我是姬无雪，我是李仙云的女人，唯一的。雪儿，第一捕食你染身的那个姬如雪啦！不许碰我！中毒了吗？正常。这是中毒。你的任务有变，新的命令是除掉李仙云。宰了你！李仙云，这话死在自己的手上。大帅换我。乾陵一战，魏王朱有文生死未知，眼下玄冥教一盘散沙，你怎么看？谨遵大帅之命。一个重振玄冥教的孟婆，抢过十个蛰居藏兵谷的石油，本帅的意思你明白吗？可孟婆是不良人卧底，此事尽人皆知。谁都知道，不意味着谁都敢说。客人快到了，准备一下吧。是。我又没病，干嘛吃药？谁说没病就不能吃药了？再说火灵芝大补跟药还是有区别的。我身体硬朗着呢，有什么好补的？我好不容易才弄回来的，就当给我个面子嘛。再说千年火灵芝不禁放，搁久了就坏了，咱只当强身健体了，行不？再说了，你看芝麻为你煎药多卖力啊。卖力？就冲人家这份心，咱也不能寒了他不是？没准人家这会儿正卖力的往你药里加佐料呢。你把人心想的也太坏了。你敢保证他背地里没说过我的坏话？他拿你当大姐姐怎么会？手别乱动。星云，我是你的女人，你可不能骗我。怎么突然说这种话？赤梦他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拉倒吧，要说他对我有什么想法倒是真的。什么？没什么。我是说雪儿，你是我的女人，我这辈子都不会欺骗你的。
是你。我是星云的女人，我一定要相信他。我的妈呀，被他的疑心病夹在中间，还真不是人过的。你在干嘛？没什么。见过你弟，听说不良人中有位石瑶，易容之术世所罕见，不知可否引出一件？听闻半年之前乾陵一战，齐王也曾凑过热闹，不知可有什么收获？齐王行止不定，有些事儿本座知道的还不如您老人家多呢。不良人众多，有些人呐，老婆子可能认识的还没有女帝全乎呢。咱们都是客人，还是等一会儿听听主人有何见教吧。是啊，袁天罡与信鸽相邀，我可不知道是这么大的阵仗呢。哼，看这位老人家的穿装打扮，莫非是万毒窟的蛊王？蛊王是我胞弟老朽，乃是巫王。哦，呵呵，这可真是有意思了。各位远道而来，本帅有失远迎，还望见谅。玄冥教孟婆，万毒窟巫王，参见大帅。参见不了帅。本宫怀抱梅果不便行礼，你们俩替本座行事。见过不良帅。那这是什么？你说你没动手脚，那星云过去的时候你在干嘛？我好，我承认我想下锅，但是我还没来得及下你就进来了。我不行，你看嘛，既然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把这药喝了？你到底有没有下蛊？没有。好。星云，你还是不相信我？星云，你没事吧？好像真没什么事儿。我，星云。是孤独，牡蹄香，热床子，熊三娥，凤仙花，还
又肉苍茸，这都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说这是虎灵芝吗？小果果，你到底咋过啦？是啊，你到底中的什么毒啊？不可描述。方今天下不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诸位都是一方豪强，所以本帅需要诸位助我止兵止乱，重归大唐旗下，济世救民，诸位以为如何？大帅心系百姓，是百姓之福，玄明教为大帅之命是从。万毒窟愿助大帅一臂之力。你怎么说？当今天下唯我齐王，拥大唐年号，唯我齐国奉大唐正朔，不良帅对齐国的立场何必怀疑？我三晋也用大唐年号，也奉大唐正朔，可大帅却没拿我李克用当自己人呢。晋王这话从何说起？半年前，本王嫡子存续遭奸人暗算，惨死汴州，十三太保至今已去齐六，本王心有不甘呢。你儿子短命与本帅何干？大帅如此刻薄，你也太不拿本王这个盟友当回事了吧。本帅的眼中没有盟友。你想摊牌？李克用，你所图过大，留着你只会碍事。棋局，世人为棋子，连天罡，谁利用谁还不一定呢。是吗？买的？是啊，劝佑国前天跟我说是在益州城的陈林药铺卖呢。你知道火灵芝是什么吗？嗯，要呗。要！小儿，告诉他，何为火灵芝？是药。得，又得从头普及了。火灵芝生于地下，其性属阳，能驱毒疗伤延寿，比千年人参万年雪莲还要牛。你说这东西能是药铺买得到的？哎，唯一者当悬壶济世，这些奸商竟敢用这种缺德东西冒充火灵芝拿出来卖，我找他们去。算了吧，现而今这种事儿多了去了，你找得过来吗？要不是这个东西，全老师斧子心虚就不回事了。师梦说的对，再说这东西害得我差点对你。师梦，你在家陪雪儿，我办完事就回来。星云，赵果果，哼。放眼天下，能与本帅的天罡诀相持一二，李克用你是头一个。本王蛰伏多年，练习制胜乾坤功，以真化境，岂是朱有圭之流能比得了的？可是你本事虽大，却不能为本帅所用，那本帅只好找个懂事的人来替你了。金王啊，你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堂堂不良帅，要玩这种背地偷袭的小伎俩吗？晋王放心，本帅要你死，
要假手你儿子就行了。这是至圣乾坤宫的手法，你到底是谁？咱们父子重逢，晋王不高兴。什么？本帅还是习惯晋王瘸腿的样子。晋国由我执掌，义父可放心去了。李嗣源，纵使本王活不过今日，也有李星云陪葬。袁天罡，你终究还是输了。什么？李星云武功是本帅亲传，就凭一个李存慧也想杀他？你怎么会知道？原来你早就叛了我。画江湖之不良人携手网易云音乐推出不良人主题曲原点音乐视频征集大赛，即日起至2018年11月15日，参与活动上传视频参赛即有机会赢得贝斯耳机、画江湖周边礼箱、网易云音乐会员等精美奖品哦。真的以为我能闭目不言，早已远离世俗尘缘，真的相信我已超人无畏，可将一切烦恼化轻烟。从未想过前世今生的界限，竟是如此难以分辨。
心愿。小姐姐，你不要白费力气了。你就是李星云，修文善，你是痴梦姑娘？龙泉宝盒中的苗疆圣骨到底是什么东西？天下战乱不止，本帅布局多年，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是你吗，星云？